民国二年，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中国国内已陷入多事之秋。十月，袁世凯强行当选大总统，正式组建北洋政府，秘密调用大量黄金。在当时的上海，有一帮人就盯上了其中的一笔黄金。来了，快，速战速决。大家抓紧时间！一群废物！队长，快停车！林队长，林队长，什么事儿？慌里慌张的。我们的黄金被劫了，请求支援。啊！他们竟然真的动手了！没时间送你们回家了。上车！是。抓紧时间装车，支援的警察很快就到了。金野的人已经被捅了。嗯，装车，快快快快！大伟，他来了！放下枪，还回黄金，一切还来得及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这场黄金大劫案使得林建斌一家家破人亡，一对双胞胎兄弟从此分离。建斌，妈妈，哥哥呢？妈妈，一华呢？一华去哪儿了？建斌，早餐我做好了，放桌上了。知道了，吃饭喽。爸，早上老李来送菜时说，下个月开始涨五毛钱。依我看呢，现在的人都钻钱眼里了。行了，爸，现在时局动荡，多赚点钱，心里安慰些。你别那么计较。你哥呢？一早就去警署了吧？有警察！想跑，还没人能从我手中跑掉呢！看清楚，这身警服可不是白穿的。放开我！一秋，你来了。谢谢。来杯橙汁。谢谢。一晨，时间紧迫，我还有采访，我就长话短说啊。青岛呢，我肯定不能跟你去。再就是我们的婚约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妥协。可是一秋，
我们双方的家长，两家的人。逸晨，我们呢都受过高等教育，婚姻恋爱在这个年代是自由的。还有，如果传出去让别人知道我们结婚的事情，还有遵守父母之约、媒妁之言的话，是要被人笑掉大牙的。逸秋，这是我准备的。我走了很多家店，选了很久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们去换。逸晨，你怎么听不明白呢？结婚这种事情，它不是一个交易，不是在做生意。两个人在一起需要两情相悦的，彼此喜欢，有说不完的话。你懂不懂什么叫爱情啊？还有，你问问你自己，除了你父母的意思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我觉得都挺好的。我当然喜欢你。你喜欢的是你父母给你的安排。可是逸秋，这样没什么不好。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吗？爱情。还有，我想告诉你，戒指这种东西不能随便给别人的，要送给你真正喜欢的人，你爱的人。可我真正喜欢的人就是你。从小我们就认识，我们呢就是好朋友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你要再胡思乱想的话，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。行了，我还有采访，我先走了。逸秋，你不用送我了。你好，郑姐。谢谢啊。董叔，这里是法租界，警察不能进来。怎么，你还想抓我？你干什么啊？脱了衣服也进不来？看我能不能抓你。巡捕老爷，他是那边的警察，不能随便到法租界来抓人呐。哎，谁说我是警察了？谁抓人了？这是流氓争地盘，斗殴呢。走。徐警官，这个月你在法租界已经斗殴三次了，你要再来，我们工部局就要抓你这个大流氓了。抓我？你们该给我颁奖。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大流氓让法租界少了多少蟑螂臭臭啊？再见 Maxi。 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别说了，你看看你干什么。你多大年纪了，还色胆包天呢。你这个老头子一拳打过来，我都流血了。我是冤枉的。冤枉？冤枉个屁呀！谁让你非礼我女儿啊？你自己摔在桌角上碰破了，你活该。哎，你可不要乱讲啊，我可是正派人，你这叫诽谤。你再说再说。老子非礼你张总，我告诉你。你别打废人。你打人了啊？哎呀，打他！打他！哎呀，你打他人！打他！你打他人！放开我！我打死你！你答应过我不再打人的。秋云，让他摸你。我投诉，我要见苏长。他还投诉你这个没有爹娘教养的小瘪三。你住口！不许你这么说我哥，我哥还有我爸和我。哎，丫头，你今儿那一巴掌啊，打得真解气呀！
不愧是我徐宝根的女儿。不过以后啊，最好还是淑女一点好，要不然人家知道了，你还嫁得出去啊？啊？爹，我最受不得别人骂我哥没爹没娘。如果下一次，谁要是再骂我哥，我还打他。知道你和你哥感情好。哎，等等等等。天哪，有人跳楼了！哎，看样子像任老板。是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这么高跳的？跳下来了。哎，你看那墙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跳下来了。大早上的就跳了，这么想不开啊？就是啊，老大，会不会是他杀？说不准，我上楼看看，我再去问问，有没有别的目击者，保护好现场。哎，啊。喂，什么？有人跳楼砸了奕晨的车？奕晨怎么样？林总，孙秘书，怎么回事啊？听说是申江饭店老板跳楼自杀了，正好落在我们的车子上，车子砸坏了，老爷已经派车来接你了。一点不敢说，这车上死到上面去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！哎，让开，让开！警察来，请让一下。让开！你怎么不救他？快救救我大哥！老大，你来了，说说情况。都检查过了，门窗外表完好无损，没有打斗的痕迹，贵重物品没有失窃，死者的钱包和手表都原封没动。老大，遗书。窗台上面有脚印。我看八成是自杀。自杀？这窗台这么低，很容易跳下去。你们警察干什么去的？啊！你救人还不让我看？老板，你不能过去！看看你这帮家伙！怎么回事？说任老板跳楼，为什么跳？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让一让！前天我还见过，跳楼了是吧？老大，当班的服务员来了，他说看见任红任老板在这儿跟人吵过架。哎，那什么情况？还算什么？我大哥在。是任红的乡里黄炳坤。他死活不让法医验尸，而且还说什么是因为我们来晚了，耽误了救人。我看呀，这人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任红刚刚是在和谁吵架？什么时候啊？哦，那是在任老板跳楼前不久，因为当时吵闹声音挺大的，还有别的客人投诉，我就来看了看。但这毕竟是任老板的套房，我也就没敢敲门，所以呢，没怎么看清楚就。这个人是林少爷吗？你看清楚和任红吵架的是谁了吗？嘿，问你话呢，别傻愣着。你刚才不是和周老板在一起吗？现在怎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周老板，我问你，任红刚才在和谁吵架？哦，就是隔壁周老板嘛，他从苏州来的，每次来都住隔壁511房。走，查查去。哎，他已经退房了，还是我帮他打点的行李呢。你帮他退的房？嗯。那他有没有接触过其他人？
有，还见过两个人。任老板刚出事，周老板就退房了，一出来就遇到龙兴集团的林少爷来找他。林少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有些急事得先走了。林少爷，抱歉。苏州来的周老板，龙兴集团的林少爷，一个事发就离开，一个事发才出现，这事儿看来有点意思。奕晨去申家饭店干什么？哎，奕晨他不是去公司了吗？妈咪，早上的时候哥哥跟你说去公司，却又让孙秘书带他去见一个什么人。不会吧？放心，没事的，我已经让他们回来了。老大，这是被任红砸坏的那辆车的车主地址，正是龙兴集团的小开林奕晨。这个人得去会一会，这么明显的自杀案件没必要查了吧。春芳，哎，你怎么断定这就是一起自杀案件？窗台上那么明显的痕迹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看去。还有这个，这个遗书跟死者平时的自己对比过了吗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生无可恋的人准备写遗书自杀，只写了一半的他会去跳楼吗？你们不觉得蹊跷吗？那反正他都要自杀了，写没写完无所谓嘛。真的，你要跳楼的时候会写一半就去爬窗户吗？动动脑子，跟老大多学着点。拿去比对死者的字迹。好，是老大。哎，小杨啊，屋里的家具全部位置画一个草图，把现场做个还原。是。赵婷，嗯，走了，龙兴集团的少爷，会回去。他就是车被砸了一下，应该查不到什么线索吧？这事儿肯定不对劲儿，他一来就出了命案，这么好的车坏了也不找饭店索赔，就停在那儿，这种反应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。那家人有权有势的，估计连人都见不着。有权有势，那又怎么样啊？赵婷，这身衣服你是白穿了啊？警察手册上怎么说的？协助调查，人人有责，好吗？对。还有那个周老板也不能放过，必须查清楚。哎，老大，那个验尸的事儿呢？先去医院。董事长，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少爷是去跟苏州来的周老板见面。苏州来的周老板，他们应该是约着谈生意上的事，不凑巧遇上了这事儿，赶紧处理好后面的事。你先下去吧。啊。苏州的周老板，那不是申江饭店闹事的那个人吗？黄炳坤，任红的小弟，赶紧走。哎，叫你呢。哟，哼，赵警官。黄老板，躲什么呀？嗨，开什么玩笑，我有什么好躲的呀？怎么，做贼心虚了？我刚才看你闹得挺欢的嘛。哎呀，我说这警察办案不力，总是把责任推给善良的老百姓身上。少废话，我是让你回去配合办案的。年轻人啊，说话也不怕咬了舌头。就凭你们？就凭我们？林奕晨，他怎么会？啊，咖啡，奕晨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放心吧，奕晨只是约了人在那里谈生意，碰巧遇上了任红跳楼自杀。奕晨心思重，又遇上这么丧气的事。我，徐继发，想请黄老板跟我们一起回去喝杯茶。走吧。哼，凭什么呀，赵警官？我大哥是想不通了自杀，是你们警察办案不力，来不及抢救，我还没告你们警察呢。我们警察办案是讲究证据的，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谁都脱不了干系，你也跑不掉。
哎呀，我的大哥呀，你死得好惨呐！哎呀，如果早知道你要想不通自杀，我也不会一早从苏州赶回来，我应该昨天就回来拦着你呀。就是你们拖延时间，害死我大哥的！你们这帮警察不是人呐！金黄的，你别太过分，怎么了？黄老板，你敢袭警？都别动，我的枪是很容易走火的。小子，你想跟我斗，你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大的能耐？黄老板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你大哥任红是从楼上掉下来摔死的，但我们查案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疑点，所以我想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，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。小子真有种，我没时间跟你纠缠，咱们走着瞧。要不然别走啊。老大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放过他？听到没有，今天早上苏州来的火车。苏州。卖报卖报，号外号外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警官你好，我找林逸晨。他不在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那我进去等他。不行，这是私宅，不能随便进入。我是警察。如果你真要找他的话，让你们署长来吧。哎，为什么？他是我们当事人，协助调查人人有责。哎，哎，别关门啊！哎，那我就天天来，每天来，我就不信等不到他。我在报社实习，大家帮这么多忙，太感谢大家了。逸晨，在这等你未婚夫逸晨来接你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别瞎说，我跟逸晨就是朋友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逸晨，你还行吗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们赶紧走吧，我们走了。走了，逸晨，我们走了。逸晨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逸晨。他怎么开这么大的车子？真是的，怎么打不开啊？我问你个事儿啊，这林逸晨是不是在龙兴集团上班呢？是啊，你有啥事儿？哦，那那秦董事长到底有几个儿子？你问这些干啥？我只是随便问问。我看你是吃饱撑的，挂了。长得一模一样，难道？林逸晨，徐继发，不是，根叔，你听我说，你老实说，你跟这个女的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根叔，我跟你说了一万遍，我跟里边这位没有关系。那他怎么会上你的车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最近我眼皮子老在跳，总觉得要出什么大事。你看你这会儿又带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回来，不是添乱吗？你这是。该不会是什么？是什么呀？小点声。看他穿着挺讲究的，醉成这个样子。哎呦，该不会是暗门出来的吧？暗门？啊？什么是暗门？暗门就是
嗨，就别问，跟我说什么？去见识见识。啊，说什么你？没个正经的，真是。总之啊，女人家喝醉酒就不好。你看，这么随便的就往人家家里边住，哪像我们家秀云多好，特别好，知书达理的。那是，这才叫大家闺秀，绝对大家闺秀。嗯，好了，早点歇了吧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哎，哥，明天带我去看澳门。嘘。秀云，我还是得跟你解释一下，刚刚那个女的可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明天我问清楚之后就把她打发走。我当然不会介意了，就算你不跟我解释，我也一样会相信你，放心吧。反正你不生气就好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你做事总是有理由的，况且你从来没有骗过我。那是，咱们是一家人呢。爸过两天要我去相亲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的心思。哥，我是觉得……秀云，我……算了。哥，你别为难了，回去吧。妈，你还没睡啊？依晨啊，妈看你一回来就躲在房子里面，晚饭也没下楼吃。妈是担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又做噩梦了？申江饭店的事吓着你了吧？别放在心里。依晨啊，妈知道你心思重，今天的事跟你没关系。我今天去申江饭店，是因为我发现了爸爸当年被杀的一些线索。哥哥很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刚刚找到的线索跟任红有关系，他又莫名其妙的摔死了。是不是有人在阻止我找哥哥？我会继续找下去。那件事发生以后，你秦叔叔也一直托人查找害死你爸爸的凶手，找寻你哥哥还活着的线索。可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一华他应该不在了。18年了，你秦叔叔一直细心照顾咱们娘俩，他也挺不容易的。妈希望你能理解他，接受他。我不会放弃寻找我哥哥的。妈不抱什么希望，只要你能开心的活着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总梦见那个警察？他是谁？又是谁杀了他？这究竟是梦还是真实？如果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什么都记不得了？如果是场梦，为什么我总做这个梦？老爷喝茶。小姐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回来马上告诉我。好的。
怎么会睡在这儿啊？昨晚上明明上了一晨的车，哎，头疼死了。这是哪儿啊？黄老板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，赵警官，怎么，这带兄弟们出来舒服舒服啊？少来这套，有人举报，说你这里私藏鸦片。哎，赵警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这需要证据。证据？啊，给他看。黄老板，闻闻。这个是从你车里搜出来的，赵警官，这肯定有人栽赃陷害啊！是不是栽赃陷害？一查就知道了。带走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请吧。哼，好啊。怎么了？你见着那姑娘了吗？她怎么走了？啊？走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一个谢字都没有。行了吧，人家匆忙走了，也许是有急事儿，你别那么计较。你哥呢？他早就出门办案了。哼，这臭小子，就会给家里边添麻烦。有完没完？不许再说我哥坏话。你学服装设计都毕业了，还是找不到工作，赶紧嫁人算了。不着急，我还小呢。哎，你这闺女，给我碗。站住！还知道回来？爸，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加班去了。什么班加一晚上啊？哎呦，爸，怎么了？头疼。嗯，来人，带小姐上楼。坏丫头，就知道骗爸爸。好吧，徐警官，我承认那鸦片是我的，但我只是自己抽，应该不算犯法吧？可你扣我这么久，怎么是要请我喝两杯吗？黄老板，我要是想请你喝两杯，咱们得换一个讲究的地方。哼，请你来警署跟鸦片没关系，想和你聊聊你大哥任红任老板的死。我都已经不追究你们警察害死我大哥的事了，怎么现在你们反而盯上我了？黄老板有情有义，任老板的死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过去呢？我听说啊，任老板出事那天你从苏州回上海，对吗？是，没错。所以任红任老板和苏州的那个周老板吵架的时候你也在场，对吗？哎，你说怎么就这么奇怪？就是新疆饭店老板任红。哎，这些记者一大早就堵在门口了，奕晨和任老板的死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用理会他们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头又痛了。哦，没事没事。现在记者堵在家门口，想知道任红的死因。妈妈和秦叔叔不会也怀疑是我杀了他吧？我要想办法出去调查一下任红到底是怎么死的，也许还能查到哥哥是否还活着。妈妈。哦，妈妈，是不是哥哥真的闯祸了，害得我都不能出去玩了？可我今天跟朋友约好了。佳敏乖，你哥哥没有闯祸，
你今天先待在家里，好不好？听话。我要出去玩，我就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。哥哥净闯祸，真让人讨厌。好了好了，过两天事情解决了再出去玩啊。逸晨啊，你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啊？怎么就下来了？妈，我没事。没事，这两天就别出去了。好的，那我回房了。呵，炖鸡呀！我说你这老家伙是什么鼻子呀？啊，怎么一有好东西出炉你就到了？又让我赶上了。但是啊，今儿没门。哎，哎呦，你藏什么藏啊？今天啊，不吃你的。我知道那玩意儿是给你那宝贝小子徐几范留着的。哎，知道就好。猜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什么？闻闻。粉蒸肉。香不香啊？徐警官，如果你想蓄意害人的话，你完全可以。不不不不不，黄老板，我们警察从来不陷害人。我就是想知道那天早上你坐的哪一班火车到的上海。6:15的火车，10:左右到的申江饭店。只可惜我到的时候，我大哥已经跳楼自杀了。还有，我在苏州火车站的时候，我曾经跟一个售票员吵过一架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完全可以派人去查。我查了，我仔仔细细的查了，6:15的确有一班火车到上海，隔了5分钟，6:20还有一班火车到上海，而且比他快了1个小时。我特别纳闷啊，黄老板，你为什么放着快车不坐，偏偏要去坐那个慢车？徐警官，我又没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要坐哪一趟车那应该是我的自由吧。苏州那天的检票员说，的确有一个人和他吵了一架，不过那个人好像是戴了一个帽子，还戴了一副墨镜，没有人知道是黄老板你呀。嗯，哎呀，哎，打开打开打开。申江饭店董事长任红。申江饭店董事长任红。任红他死了。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由此便可化解此灾呀！老家伙，你这张嘴挺能唬人呐！任大哥，阿三，是你呀！啊，当初要不是你胆子小，今天我也见不到你了。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呐。我是活下来了，但我家那口子和肚子里的孩子却难产死了，只留下了我和秀云。从那以后，我也什么都不想了，就开了个小酒馆，太太平平的过日子。阿三，
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吗？大哥，您对我的恩情，我阿三就算是化成了灰也不会忘记的。这个东西，你先替我保管一下，三个月以后，等我把事儿办妥了，你再把它还给我。从苏州开车到上海，可是比火车还快一个小时。 你做的这一切，也许就是为了证明自己。任老板死的时候你不在场，没关系。你如果不配合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。不过就要劳驾黄老板在我们警署过一夜。行，谁敢动我？我敢动你，怎么了？ 就凭你，哼！告诉你，我可是叫黄老板走。署长，叫黄老板走。署长，黄炳坤是重大嫌疑人。哎呀，你说的那些都是猜测，没有实际的证据。证据？啊，我这……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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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黄老板呐，哎，这是一场误会。 转眼。